Hello，大家好，我是永航。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话呢，跟各位唠一唠这个《三国战第一统中原无双版》，也是做一个一直没做过的人物，也是这个版本呢最后出的一个人物刘备。以前呢做过 A 刘备，然后呢这一次呢给各位打一个 B 刘备吧。这个我感觉这个选择顺序也是不错，因为这个 B 刘备这个人呢，我玩了这一次之后啊，以前我也没玩过，边打边研究。这个人物呢总结起来就一个字啊，菜啊。对，你没听错，这个人物不厉害啊，没什么太大的优势。如果说这个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单兵刷分能力非常的恐怖啊。这个人的单兵刷分能力应该是全角色之最了，但是呢这个人物对于一般玩家来讲呢不是那么太好玩。首先呢我一开场呢，我想打一个四下 A 接一个下上 A 的互接，因为呢这个四下 A 呢是四下，下上 A 呢是四下，这样呢是八连，然后呢后边再接下上 A 呢可以打三连，这样呢就是四三三三三三啊，这样这个连段呢就可以堆得很高啊，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之后呢发现这个节奏整不上去，一直都不对。之后呢我先打一个撞连啊，因为这个撞连的话很容易啊，这个撞连呢 A 三下撞 A 四下下上 A， 我以前呢做 A 刘备的时候给各位教过是吧？因为地下爆了个雷神锤，我准备呢先打到五级，要不然的话呢我还得慢慢的，这个。找连招节奏，你看这里我试了一下，四下 A 下上以后呢 ，A 下上 A 也接不上，然后呢这下下上 A 还接快了，因为呢正常来讲你的下一个下上 A 呢是可以接到三连的，所以说呢这里我先利用第一批兵啊，先找一找这个人物连招的节奏，啊这个呢我也是第一次玩啊，当然了这个随机人物也碰着我，但是呢随机人物就一个画面，随着他呢就用必杀了或者用道具了令牌了随便堆一堆就完事了，没有正经的玩过这个人物。之后呢咱们继续啊，一起来看看这个人物吧啊，这人物，然后这人物反正比 A 刘备再有一个优势呢，就是 A 的攻击距离长一点，得到40级以后吧还是30级以后我就不知道了。这里来了啊，这里又对着又一个水兵，一二三下上 A， 然后下上 A 三连了，下上 A 哎少一连，那这里呢又是一次连招失误，但是呢比前面好啊，前面的话呢起码是三下就算不上了，这里又再来一遍四三啊还是不行，那这里呢还得慢慢的再熟练熟练节奏，哎差不多了，三三啊三，好，这是完整收了一个四一。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单兵刷分能力很不错，然后呢我再测试一下这个人有没有武装的能力啊，有，然后测试的结果呢是有武装的能力，但是不怎么加分啊，因为这个人物呢首先武装节奏异常诡异啊，另外呢就是这个人的撞 A 攻击力比较高，一般的兵他挺不住啊，这就是这个人对于武装的一个总结。武装的话呢对于这个人来讲我觉得就是没用啊，白给，基本白给吧。当然了你可以把这个武装呢当做一个清兵的一个手段啊，但是呢也不是太好的手段，不好用。这里能看着兵就很舒服了，你看是吧，能看着兵我这个大秧歌啊跳的就非常的给劲了。之后呢剩一个傻狗，咱们把这个时间器撞一撞，然后呢单抠一下傻狗。单打一个兵最高连段呢在40级以前就是这个啊，就是四下 A 下上 A 互接。你可以看到呢在几次的失败之后呢我已经可以很顺利的把这个下上 A 直接接上了是吧，这个呢就一如我之前教过各位的一个游戏，不一个游戏去了，三国战地这个游戏人物的连招无非就两点，快了慢了，快了慢了，你一次快了下一次就慢点啊，一次慢了下一次就快点，总会找到一个正常的节奏并且记住它。你看是吧，我这个节奏一记住之后，你看这个四三三三三对吧，就很容易了。那这样的话呢打分的速度呢明显比之前快了啊，对不对？那么呢这就是这个人物前期的一个连段，然后这个人物再有一期的连段呢就得到40级以后了，所以说呢就意味着你在40级以前你这个人物呢可以就这么四下 A 下上 A 的互接，然后呢20级以后你可以打无双，无双呢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十多连，然后呢你也可以打张飞的连段是吧，这个我也说过这个不会玩的人物就当张飞打，三下 A 撞四下 A 打一个下上 A， 然后收个四级就完事了。这位置呢来了个铁马，这个人物没什么打铁马的能力，刚好我有个黄石弓直接就扔掉啊，如果你没有黄石弓呢你就丢个莲花，开个必杀不建议啊，这个人的必杀贼菜。这个人呢这个小必杀是一个上下 A， 是一个大波啊，对，刚才转的那招下上 A 啊，这个对，这个空中大秧歌这招下上 A 啊，这个刚才忘给你们介绍了，这毕竟这个人物可能好多人都没见过。然后咱们继续来打这个陆逊吧，这个陆逊呢我是直接准备撞一个血书，这没什么好说的，撞撞，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人撞的歪折能力呢是很强的是吧，歪折能力很歪，撞撞这撞不着啊，不要着急，扔个秋剑吧，
你看着吧，这个人就是我说的武装不好用的原因，撞得很远，离得很近，这种人物就很坑爹。这位置呢，打一个两撞连招啊，把这个血柱撞出来，然后咱们一去，还有一发修剑，这里呢直接修上去，打一个一二三四大秧歌啊，然后再来，这里二十级以后这个大秧歌还变样了，然后我再试一下，二十级以后的二三六 A 呢是一个三下，六 A 呢是一个两下。这个三下两下呢还不足以完成一个完整的连段，所以说呢我说这个人下一个等级段是40级以后。那么呢咱们继续，这位置呢我再研究20级这个大秧歌之后怎么连啊，就是摸不着啊，就干着急这个玩意儿。四下 A 下上 A 打飞，然后 AAA 下上 A 啊，这个还凑合吧。这招是跳下 A 啊，空中有个下 A 的技能。然后呢这个20级以前连就研究完以后呢，我还得研究啊20级到40级之间这个连段。四十级的话呢是7000万，基本用这个人物打完第一关就差不多了。OK， 咱们画面一转呢，来到了这个葫芦精的地方。这个小兵我也没怎么打分啊，因为这个人寻大小兵基本不加分，都靠单打。那么呢，咱们用一个神仙笔给他冻住，然后呢突击追地，我打一个一二三四下上 A， 然后呢摸个一下两下下上 A， 收一个四一啊，我是用空中下 A 收的四一啊。这个人在空中转的时候呢，直接下 A 就可以直接落地收四一了啊，是比较方便。这里呢是一个连招失误，赶紧追地给他摸死。OK， 那么呢咱们捡点加血，暂停到那儿啊。好吧，咱们呢直接往前走吧。这里呢我还在试这个人的招子啊，就这几招。二三六 A 呢就是太极拳啊，这招呢跟那个，如果你看过我做的《神剑封魔录》，这招呢跟朱星涵的招子非常的相像，几乎就是一样吧。跟朱星涵的那个冲击连拳基本就是一样啊。然后这里继续。来到了双 boss， 双 boss 如果你打不过的话呢，你就啥呢，你就无双就行了，对着底下那个操场无双就可以了啊。我这个位置就不无双了，我直接呢就是先电一下自己，增加一下攻击力，这个很关键啊，加一个电系 buff 啊，然后呢操场本身怕电，所以说呢你这个电完自己之后呢，这个输出啊直接猛步往上涨。这里呢来四下 A 下上 A， 走一步六六 A 下上 A， 这个六六 A 这个下上 A 接六六 A 以后呢，你就找哪个节奏呢，找貂蝉的节奏，找貂蝉天女上天那个节奏，这俩人的高度是一样的啊，你就给他当成貂蝉就行了。然后呢后来我也发现了这个下山 A 护接呢可以点 A 下山 A 啊，就跟貂蝉呢点 A 打天女三花是一样的。这个位置呢我是撞出了一个时间器啊，是防止第二关出多荆州。这位置呢继续啊，再来 A 下山 A 啊，这个下山 A 还出早了，他这下山 A 得慢点起，因为下山 A 冲的那下是能很有效的打一个那啥啊，能打一个这个直接的一个接招。这个地方呢试一下无双吧，反正也来了，就把这个人物给倒置了。这是人物的一个无双技，下上 B 之后狂 A， 二十级以后的技能一般吧，总的来说就是一般，伤害还凑合，然后呢连段数较低啊，因为这个人物很容易就能打个十七八连啊，这是这个人物的一个特性。这里看是吧啊， A 下上 A 啊，看是吧，这个就当貂蝉，哎，就这一段当成貂蝉玩啊，我这给你来点代入感啊，玩貂蝉，哎，你想想玩貂蝉那个画面，哎，就有了。貂蝉之后四下 A 天女啊，然后呢 A 一下找节奏天女，这个我也教过各位是吧？嗯，这个刘备一样啊，四下 A 下山 A，A 一下下山 A，A 一下下山 A， 空出 A 找节奏。之后 BOSS 术，我们来看这个 BOSS 术吧啊，这个一家三口团聚，画面其乐融融啊。当爹的呢，先给这个儿子来一个黄之弓，之后呢是准备呢在儿子身上撞一个这个。撞一个金牌啊，结果呢儿子不从啊，不给老子金牌是吧，其乐融融的家庭画面。之后呢这个媳妇身上的傀儡就不要了，这位置呢咱们就换曹彰啊，找另外一个男人啊来打自己的这个媳妇跟孩子啊，然后媳妇不乐意了，表示还得刘备上啊，这个嫂不行还得打针啊，这位置呢直接来一个五嫂，之后继续好吧，这是真不让嫂啊。之后呢咱们再来，哎好，就不让打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咱们准备开个必杀，这是三十级的必杀，超必杀。这个超必杀的话呢，还略微有点用吧，比那个小必杀强得多啊。那个小必杀真的是傻乎乎。这里呢出了一只铁甲，但凡在这个 BOSS 战场上啊，第一关 BOSS 战场上出的一只铁甲，你呢用莲花给他打死啊，一定是第一只啊。用莲花给他打死的话呢，就会爆个铁甲令。那这样呢，我先安排个铁甲令，一个莲花，直接呢一个三杀 ，Triple OQ。这样呢捡一个铁甲捡两个阿斗，吃完加血第一关呢也就算圆满了是吧。捡阿斗的话呢依然是老套路，捡一个新的丢掉，捡一个旧的，捡一个新的完事啊。这样的话呢阿斗就有了。然后第二关呢随了一个这个石荆州啊，
咱们呢也就直接来到这个走棋方面，不看小兵了。这位置呢，我用一个超必杀清一个兵，结果发现呢清兵效果严重坑爹，打一个土雷啊，打一个土雷。然后这位置呢，我用铁甲令，我是呢准备把铁甲令用完，然后呢捡一个十级残叶啊。这个通关的教学呢，和装备顺序就不再给各位再多说了，依然是老套路。什么套路呢？就是先喝衣服，再喝腰带啊，这是强烈建议的一个喝法。因为呢，你拿上腰带之后呢，只是攻击力高了，但是呢，你拿上衣服以后啊，你抗击打能力非常强，生存能力高了，这个绝对比先喝这个腰带啊来的要得劲的多。这位置呢，你会注意呢，我用铁甲呢就打左慈呢，就是撞 A 一下撞，因为呢这个左慈直接撞不好撞，你看这把。A 一下撞 ，A 一下撞，然后呢，最后给左慈撞到第四下撞不撞了，空一个第五下撞的血量，这样呢，咱们把他撞死，刚好左慈死出十技，啊，你的援军令呢也就用完了，然后呢，把这个招雷令牌招一下雷，哎，居然不是，来了一个九法，咱先捡上啊，一会儿的话呢，这个可以打双 boss 呢，用必杀，之后呢，里边呢是调一个傀儡吧，傀儡把怪定住，打门更安全一点，啊，这位置喝酒呢，好吧，啊，给各位看看刘备的休息动作。这休息动作还是挺傻的哈。OK， 进门啊，傀儡定呢是比莲花要稳的，有傀儡呢建议这个位置用傀儡，稳定性极高。然后呢过去打门啊，这人的 BA 呢恕我直言有点脑残啊，这个人感觉这个 BA 是有点脑残。然后呢直接往前走，来一个莲花，之后再来狗熊，这位置呢捡一个竹子，一会儿备用，又一个莲花。这个地方呢没有调道具，选择开个必杀啊，都一样的，反正你开必杀也行，毒气那啥也行啊，毒气打他出场也行，都是可以。总之就是阻止的湖水。这里呢我丢了一个召唤状，然后呢防反打一下。现在呢我的这个二三六 A 啊，这招是二三六 A 啊，这招你看着乱七八糟，这是四下 A 啊，这招是二三六 A， 从竖着砍的一下是二三六 A 的开始啊，然后呢这个一直砍到最后啊，这个后边单 boss 再给你们看吧。这个双 boss 你可能看着有点乱，这个继续，这是前 A， 前 A 呢在四十以后呢已经上升到了四下的地步，这样呢无论是打连段还是打输出都是比较不错的一个招子。然后利用必杀把这个葫芦精干倒啊，给一个加血跟小道具，咱们随便捡一捡。这杖巾是捡满了还是没有啊？没有，杖巾没有的话呢可以考虑捡一下啊。这位置把竹子丢掉捡杖巾啊，就竹子的话呢属于一个。最后一关打那个葫芦精才能用上一个道具吧，前面并不着急。单打的话呢，建议还是不要攒这个竹子，因为这个竹子的话呢，清兵能力是不如莲花，攒的个数也不如莲花，追地能力也不如莲花。所以说呢，前期就是莲花，后期再竹子就完事了。然后我们来看吧，单打这个沙漠科啊，我来看连招，A 四下，二三六 A， 二三六 A 是五下，你就查啊，这一套连招你先看。你这么看你可能看不明白什么玩意啊，等会儿呢我告诉你这套连招怎么来啊。而且你注意这套连招加分很恐怖，我们来看啊，1107啊，咱就算111，咱就算三个幺，咱来看一套连招的加分啊。来了1234，这是236A 啊，12345空 A 一下找节奏，马上接 236A 12345空 A 找节奏，32345摸一 K， 前面是111啊，看见了吧，现在是1166，一套连招600万，这是有史记的情况之下，没史记这套连招是300万。所以说呢，这个刘备是打单体 BOSS 刷分最恐怖的一个人了，目前为止。哎，你看是吧？刚才的1166，现在呢1225，正好600万，是吧？很恐怖，很恐怖啊！这个人物单刷的能力还是不错的。之后呢，这里是由于我第二关来到这儿了，我就顺手拿一个吕布令了。这个人如果你想打通关呢，吕布令跟武神令呢你二选一吧，二选一，司马令是一个更加优秀的一个令牌。然后呢阿斗你如果会这套连招你就打这套连招，不会这套连招呢你就用66A 的冲拳慢慢冲这个貂蝉，四下就冲死了啊，你会哪个用哪个啊。66A 冲这个貂蝉的话呢稳定性高，这套呢就是干净利落啊，一套带走貂蝉得劲儿。然后呢这位置貂蝉令一定要捡啊，咱们把这个酒碗喝了啊，然后捡两本书直接上去用貂蝉令呢打这个吕布。咱们在这位置截取一下小兵打死之后呢，左下或者右下躲一个雷电树，然后呢利用这个莲花清一个怪，留一个不能打死的熊，傀儡定住啊，貂蝉的上下臂，然后呢后前拳 236A， A 一下挥空后前拳 236A， 打完了啊。这就是貂蝉对吕布恐怖的一个输出。然后呢吕布令牌一出，貂蝉令牌一丢，
捡个吕布令牌完活啊，七活。那么 OK 啊，咱们这里呢直接画面一转，给各位切一切，来到了这个魏延处，这个是我的48必杀啊，这个48必杀呢就是一个刚才那个31必杀的一个升级版，有一个浮空把怪定住的这个情况，然后再打一个落地，基本上是一样的吧，这俩必杀，然后区别不大。这位置呢，我是刚才是把风书丢了，捡了格之臂啊。然后这个刘备更厉害的一点呢，就是这个暴气无限连啊，这个暴气无限连是比较厉害的一招，一二三四五，然后呢再来 A 一二三四五，再一二三四五，这招呢简单好用。你如果呢想要打 BOSS 呢，你可以用这个无限连，但是呢这个不加分啊，这个不加分。打伤害的话呢还是很足的啊，但是呢不能对这个，也不能说不能对吧，对这个变成动物的这个怪呢是很难形成一个有效的连段啊。然后呢单 boss 你想打分就用这套，之后呢你想打输出呢，后边我会给你介绍一套打输出的连段，之后呢我会在这个视频的这个快结束的时候呢给各位介绍一下这个人怎么打群兵啊，因为呢我也是打到一半才研究出来怎么打群兵的，这个人打群兵能力真的是傻乎乎啊，傻乎乎。之后呢再来啊，这位置有个小九、没地儿啊，不捡了，因为呢我身上得留和那啥的道具啊，这里我是想捡小九没捡上，好吧，其实也无所谓啊，这个人对小九的依赖程度一般吧，也就那么回事。这里呢打一个六六 A 下上 A 啊，一个撞道具的连段，六六 A 下上 A 好吧啊，这里堵着赵云直接下上 A 起，六六 A 下上 A 招式累积，最后继续六六 A， 好，被百合僵尸了，没事，咱直接冲，一头扎进赵云怀中，然后六六 A 下山 ，OK， 那这个小动物猪就有了，然后挥空接一个二三六 A 啊，精准的这个高度控制是吧，很牛逼啊，然后继续二三六 A 起身啊，这个赵云跟黄忠都可以压起身啊，但是怎么说呢，赵云压起身的概率低点，黄忠高一点 ，OK， 这位置呢，最后再给赵云一下，直接带走。啊，一套太极拳耍死赵云，剩一个老头啊，剩一个老头，咱们呢再单抠一手老头。哎，这个老头的远距令现在能不能获得？包括这个赵云的，没有办法获得了吗？以前是有这个老头跟赵云的远距令啊，赵云的远距令有，赵云远距令是杀哪吒，那这个老头的远距令现在怎么获得？这个老头的远距令没了，以前有这个老头的令，老头的令特别好用。这位置呢，我丢了一个阿斗啊，我是准备捡大叶。因为呢这一关的 boss 呢，以我这个破刘备的输出是很难打的，因为这关的 boss 是刘备加关羽，那个刘备敌方刘备的这个防御力是谁玩谁知道是吧，贼猛。所以说呢这里呢我准备撞个大印，利用沙漠哥打，利用沙漠哥打，这里呢大印直接捡上，然后呢再打下山 A 啊，再打下山 A， 下山 A 啊，当吊闪，好吧，这 A 慢了，哎，慢了啊，这位置呢是下山 A 慢出也行啊，反正呢你就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节奏就行了啊，这个玩意儿你要不，但是我建议还是接太极拳啊，还是接一二三四这个太极拳，哎，一二三四五，还是接那个，还是接那个好的。这位置我为什么不打死他？我是疯了吗？我在干什么？啊，我想起来了啊，当时好像是接了个追加，接了个追加是不能用道具起招啊，我这个太极拳玩嗨了，我给忘了啊，好吧，那。我说怎么突然不打了呢？那么 OK 啊，咱们这个位置呢直接往里走啊，来看这个这关的 BOSS 处啊，这关的沿途爆了个加血，我实上半血，但是不要紧啊，这关这俩 BOSS 呢属于就是无脑打了，无脑打了，因为你这个人物你也玩不出什么其他花活，就沙漠哥是最好打的，沙漠哥打刘备一下一万啊，他这里呢特意把刘备设计的怕沙漠哥，但是吧打关羽呢只有这个打刘备一半的伤害啊，是吧，只有六千多，打刘备呢一下一万啊，然后你有腰带的话一下一万五，穷得要命。所以说呢，这个沙漠哥呢是打这个刘备最好的一个办法，而且呢我反有大意啊，那么直接呢把沙漠哥这个预定的时间延长，很给劲，很给劲啊！这里呢连续笑，疯狂笑。一个看这样就快带走了，啊，带不走可以补个48。有时不想把这个沙漠哥都用了，你可以补个48。你有想用的话呢，你就把它都撇了。反正这个沙漠哥呢也不是，好吧，一个就带走。这沙漠哥呢也不是通关的必备品啊。不过呢，有这个沙漠哥呢，能打着省事很多。这里呢，你可以随便丢个道具，捡个娃娃给关羽定一下。啊，同时给小兵也定一下，然后去揍一顿。这关羽会防御啊，不建议直接起手。
这里呢再来啊太极拳，但是太极拳怕加兵啊，这太极拳加兵很坑。这位置哎呦打大哥你飘了啊，这里给了一个48，大哥你能揍，直接把他放倒，然后等他起身飞龙在天打一个太极拳带走。想打鞭尸就鞭尸啊，这个人打武艺很容易。然后抽一个奖吧，闲着也是闲着。好，这是我抽出的第一个道具啊，七星剑，牛逼。为什么不给我的人设计让我拿上雌雄七星剑 ？OK， 那这开场的必杀呢是打掉了这个铁甲兵啊，然后呢这关呢是随到了这个八阵图，准备呢先揍媳妇一顿啊，待着也是待着是吧？对，媳妇嘛，对，打着玩呗，闲着干啥？OK 啊，这里呢直接是把这个直接被司马懿阻止了，然后呢再开个48，再丢个图啊，再打一回媳妇玩，啊就踢就完了，啊司马还是优先的，没事再踢，好吧被媳妇揍了，这里呢再开个48 ，OK 把孙膑先带走，剩一个司马懿呢你就可以研究撞一个女神一了啊，对不对？可以研究这个大职业，啊，这里咱们来撞踢。然后呢后来我发现这个撞打这个东西的话呢撞踢是最稳的，撞踢你看撞踢啊，这个比撞下上 A 稳，这个呢也是我打到这才研究出来的，我这个玩意儿确实啊边打边研究。之后踢出隐身衣啊，然后呢把这个司马懿直接搞死就行了啊，这里面1234踢直接踢这套，哎呦这236没接上，我想这个踢接236但实际没必要啊，这套连招很简单，这套连招的输出稍微高一点，就是43A 啊，6A 之后呢狂 A 摁到这个一脚两脚一个下压的两脚啊， 6A 一共四段，摁到这个下压的两脚以后呢马上就接下一个 6A， 没什么节奏感啊，直接接就行了，一招接一招，一招接一招就完事了，很简单，简单的要命。之后呢这里呢我是上来是为了拿个连身锤啊，还是我说的对吧，先和衣服是正道，这位置呢被这个谁顶了一下，赶紧扔一拳一拳，然后呢再去找血书，我记得我有俩血书哈，啊，好像没血书，那算了。那这里呢，我是先把这个魏延打死，就怕你啊。这里呢，看踢，啊，搞定，别鞭尸了。这时候你如果鞭尸的话呢，就是浪费自己隐身衣时间。之后呢，趁着隐身衣先点加血啊，然后呢，魏延令还有格子姐，之后就是撞葫芦筋了吧？我好像有锤子，那我上来干啥来了？好吧，啊，那我是可能是上来为了包个野火啥的。这里呢是单身个葫芦筋了，我们来看武器，1234 1234 A 2235，记住节奏 A 32，好吧凉了，早了，整快了，没事，重来一遍啊 ，Once again， 这里我生气了，可能要挑竹子干他了吧，他还在插我，等你出来的怎么样？一个竹，好活。好活啊，那这里呢直接飞盘起啊，因为我是接的不能那个啥，不能道具洗掉，所以说呢飞盘打倒打一个道具追地啊，直接来了1234 A 2235，然后再 A 3235，这个 A 一定要空出啊，这个 A 就是为了找个节奏， A 收41，然后呢直接踢死带走，之后还行，爆了个大家血啊，算没白揍了，捡个土雷也不知道是为了啥，先把格子添满，直接往前走啊，来到了沙漠科，这里呢我直接 A 起来了个毒蛇，好吧你看这个人这连招非常怕加兵啊，这个人连招加兵血坑，这有加血吃一口，来吧1234 6A 再 6A 啊，你看这把空中直接就能出 6A， 不用等、啊、这个玩意儿这个节奏真是傻的要死，无脑踢啊，搞定，那这样的话呢一套41收完啊，把这个沙漠科带走，之后残的魏延啊，我有沙漠科呢，不用扔残的魏延了。这里呢丢旧的捡新的再捡旧的，对吧？男人嘛，先捡点新的正常。之后捡一个莲花，肯定是比土雷要强。然后呢，咱们往里走。吕布，如果你想打，你就打一下子。我这里呢是不想打，因为没有任何收益啊。吕布还厉害，没有打的必要。你又想打呢，你就揍啊。我这位置呢是故意把马超放出来，然后两个人一起揍一波，待着也是待着啊，对吧？直接呢，反正我也是打48啊。直接呢就是两个一起 buff， 然后再来啊！你可以发现这个人的48伤还一般吧？看这个马超，中了三段48，掉了12000滴血。这个你像想想那些强人的48，什么许褚了、夏侯渊了，对吧？就拿这个赵云来说，赵云都不是伤害型的48都比他高，所以说这个人呢真的是在伤害之上一无是处啊！然后这个人也有爆一爆那个技能啊，爆一爆那技能呢上下 B 啊就。啊，好吧，我没用，我以为我用了个伤害币。
跟那个之前我给各位做的 A 流背是一样的啊，41张啊，但是呢，一般吧，只能用一般来评价。伤害没有 A 流背高，清兵能力呢也不如48啊，反正一无是处吧。这个 B 流背来说，这位置呢，我是打了一个张陵剑接毒气筒追地啊，这位置呢不能道具起招，但是呢我可以追地啊，我可以追地，这里做了一个48，直接压起身带走，问题不大。啊，也是这个地方刷的兵太厉害了。这个轻骑兵作为这个 BOSS 的一个伴侣登场，那真的是血坑啊！因为本身这个兵种非常厉害，这个游戏里边轻骑兵、重骑兵还有那个火牛啊，这几个兵属于没爹兵种，太猛了，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太硬了，一个比一个硬。这位置给配了个忍者兵，白给。只能说白给。然后呢，这个诸葛亮呢，由于我给道具卖了，所以说呢，我只能打飞碟起，然后毒气，这飞碟中了，真假？只能打这套了，只能打毒气这套了。然后呢，我就打六 AT 吧，因为这个六 A 的话呢，还不太怕夹兵啊，比之那个236A 呢，这个六 A 更不怕夹兵。然后打完这个打诸葛亮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说呢，诸葛亮一套连招打完，如果你不能继续后续的追地，那么呢，你一定要奔着台子去啊，这就是好的习惯。这位置呢，四一打完，手给，哎，还行，这是毒气没扔出来，有点手残。你看这把，一定有这个习惯，因为诸葛亮大概率起身湖水啊，你不跑你还等啥呢？这里再来，你非得起扯盖子，然后来毒气追，1234，你看这个六 A 的伤害是挺高的，我这里选择打236A，这下还好，没有夹兵，这里又六 A，你看这把六 A 这个夹兵能力还比236A 要强，这里呢我扣了个236A。然后呢，继续揍他，1234236A 打六 A 打，赶紧打死。这样的话呢，这个诸葛亮啊，我利用了4个毒气吧，这是几个毒气才给他带走。之后把毒镖扔了，捡莲花。哎，我有莲花，我为啥扔毒镖捡？那我不有病？之后死到了第二关啊，现在这个第二关呢，我是没有血书，我身上没血书，所以说呢，我第二关呢一定会往上走啊。第二关呢，你在第一个岔路口上下往上走。走完之后呢，在第二个岔路口呢走119那个路线啊，进隐身衣那个密室，这样的话呢就来到了这儿。这儿的好处呢就是你这关缺石头书，你来这儿顶这个梦游有石头书顶三下，你缺血书你来这儿啊，这个哎爆一爆了，这是这个上下臂的技能。梦游打死有血书啊，这是这关你缺道具你就这么补就完事儿了。然后呢，这个血书有了，关你的撞一个无名火，咱们的衣服就齐了，啊，衣服就齐了。这里呢打虚竹也是同样的套路，四下 A， 然后呢236A 太极拳 A 236A 啊，这个人物的话呢，这个单打分的能力还真不错，你该怎么说？这可能这个人物的难得的几个优点之一了啊。之后咱有和氏璧，有和氏璧的话呢，可以进顶上的门拿一个你想要的七星灯了，或者酒壶了，或者火珠了都行。我这里呢会给各位看了，比如日本的话呢就直接跑，不用这个和氏璧也能进啊，不是不用隐身衣也能进，你要不稳的话呢你就是扔隐身衣就完事了。现在呢我也是老套路啊，给各位一直介绍过的老套路，撞个无名火啪啪啪往地下扔仨，捡无名火再捡这仨直接合成啊，这个套路我在每个视频里基本都讲过，这视频也就不多说了。喝完衣服之后呢，人就是随便走了啊，随便走了。由于这里不能道具起招，我选择直接起手打一个1234，我一个6A 啊，然后 AA 1234，这个想法还是好的，因为呢，你如果细心的话呢，你会发现我前面教你的所有刘备连段呢，都是角落连段，非角落连不了啊，因为这个人这个招的位移太大了，所以说呢，非角落连段呢，只能像我现在那么连，就是呢1234四下之后呢236A 打5下，然后呢5下结束之后呢收个钱币，因为呢236A 的第5下会打飞，那么呢你收个钱币再往他背身跑，往左打是赶趟的。虽然说我当时练失误了，但是实际是来得及的。之后呢，这里是恰好第三关呢，不恰好下一关给了个第三关。你可以看到呢，我的身上呢天书呢只差一个雨书和一个电书，那刚好这关都有齐了。OK， 咱们呢这里开始踢听双 boss， 然后这个人呢就是打这种双 boss 呢可以，就是起身没有什么无敌招的双 boss 呢可以无脑一点。怎么算无脑呢？我们来看啊，这里呢就是直接两个一起踢，哎，就六 A 就无脑就踢了，啊，就踢就完事了。他顶你你就骂他，不顶你他俩控制就一起扯盖子，啊，就一起踢。你看这把来了，先踢这个鸡啊，牛来了踢牛，鸡来了踢鸡，闭眼睛就是踢，啊，这个玩意儿也，对不对？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就踢就完了。
啊，踢死一个之后呢，单身一个牛，啊，打一会儿太极拳也就带走了，搞定。那么呢，给道具随便捡一捡，咱们直接往下走啊。然后呢，现在身上道具是刚好两个空格，捡一个司马懿，捡一个语书，然后呢，四本书齐了，到电书呢，随便扔个道具，捡一个电书就合成了，完事啥也不耽误啊。这格子还是不错的。然后司马懿登场呢，咱们还想装个衣服，66A6A 啊，老套路，66AT 啊，这样的衣服捡起来啊，这种衣服一定要要啊，这种衣服不能要，这种衣服不要那就太傻了。这里呢，我是用了个飞碟啊，然后呢，继续。准备呢飞碟骑手司马给司马懿干倒啊，好像不能飞碟骑，算了，直接48吧，啊，对，不能用这个道具骑着，之后再开个48吧，反正这个瞅这个架势跟曹飞也死不了。没开啊，开了应该是死不了吧，打不了17000没腰带的时候伤害没那么高，你看是吧，打了15000，我就感觉这个人伤害没有那么高。然后现在缺血呢，咱们就再撞个加血啊，这个正好一个动物书一变，哎，给他变到角落啊，之后呢对着这个国宝熊猫开始撞。哎，好吧，我撞都懒得撞了，这是可以撞个加血的，因为我前面已经撞了两下。这招是46A 啊，这是刘备的另外一招46A。这个46A 的话呢，攻击距离极短，然后呢打中人之后呢，往一条横线发一个波，招子很一般吧，有点伤害。哎，这个地方教各位打兵啊，这里你看 A6A 啊，这个打群兵的话呢，基本就是这招了。啊 ，A 下六 A， 然后呢，你如果怪被你打到板边会倒地的话呢，你在六 A 之后接下 A， 啊，你看这把我刚才有一个六 A 下 A， 啊，你可以接这招，这招的话呢，算是这个人物打群兵慢慢清兵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招了，就可以了，啊，大概就是这个了。啊，看这把这里 A 六 A， 啊，然后继续看 A 六 A， 好，没 A 六 A， 啊，是吧？所有兵一起摸，两招都是群攻。那这样呢，这人物的清兵招呢也就有了啊。然后呢，这个视频呢由于打得太慢了，有点长，所以说呢依然是分成上下两部啊，给各位这个放出来。上部的话呢就到这关结束，刚好喝完所有装备，然后呢下部的话呢就是后续剩下的。这里呢这下居然还没有那啥啊，居然还没有被这个豹子阻挡。这位置呢是刘备打曹操伤害战，这个人物打曹操是非常好，疼得要命。那最后呢再给曹操一套直接带走啊，打伤害就用这个吧，这个伤害是比那个太极拳高得多。 OK， 那这样的话呢，因为没有格子，所以说小黄书也就没撞啊。然后来了最后一个书，我也喝完了，我就不给各位看了。现在呢是身上有腰带了，然后咱们卡一个小兵，这兵卡狗身上去了，卡成这样了。哎，他还给我来个太师彩位啊，真得啊，免费的太师彩位。这位置呢咱们直接压驱逐起身啊，然后太极拳精啊开始揍。哎，你打我我就打他，你打我吧，哎，你打我就打驱逐。哎，你看是吧，这个哎，这个玩意儿有腰带之后，这个伤害还上了点啊，该说不说，哪个人物有腰带啊，不好意思，有的人物有腰带也惨。那么呢驱逐搞定啊，咱们呢直接往前走，来到了这个这关的最终 boss， 一个张辽和一个傻狗啊，俩怪凑到了一起，然后咱们小道具也捡了个7788了。咱来看有腰带的伤害啊，傻狗36000，一个打了24000，傻狗的这个血量过低啊，这里给了个暴雨暴，我来看暴雨暴打了张辽不到10000血，这个暴雨暴的能力真的是不咋地啊，是我这个真的是不咋地。之后呢这个位置我是准备用杀狗令刷点分吗，我是闲的吗，哦，我看看我这里是想干什么，好像真想用杀狗令刷点分吧，啊，没有直接动手了，那就感觉我不是鱼吗，闲的吗，我刷这个分，这个人不需要拿什么杀狗令刷分，这个人只要单打 boss 或者单打小兵啊，你又不嫌墨迹的话呢，你每波兵留一个给他堵到板边就打太极拳精啊，这个人的分呢大无疑是随意，特别随意那种。那么好吧，伴随着最后的这个张辽要凉啊，咱们今天的视频的上部呢也就要啊告一段落了。这里呢最后一手太极拳拿下张辽啊。那么呢我是本期的朱大正和解说员啊，如果呢各位喜欢我的视频呢，帮忙点点关注吧，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